一样的话，我们脚控制是讲座嘛，一点空翻，然后一点点运转，好，这样。上次讲那个，没有，老和尚没有心态就行。坐椅是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太极拳的，好。疫情总是这样，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就是大多是有勾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平行嘛，因为站立没有平行嘛，对不对？哎、嗯，所以他的周围，你看周围就那个其实那个也放松了，然后上面有些站立拳啊，哎、嗯，所以他是用翘屁股的动作，哎，疫情总是这样，翘屁股，翘屁股，翘屁股，类似这方面类似。刚跳起步的，然后脚就想像鹿的脚，鹿的脚，头发也大，这种观想的，哦，所以平常跟这聊天啊，看电视啊，就可以做哦。那拜佛就这样，哎，那第一个动作下到前后转步，然后再来就往上下。你看我再如果放下来，我就一下子就放下来了。所以我会到没办法哦，刚才那个师兄他大概就没放，他大概到这里就不行。啊，这个是要慢慢练习的哈，我慢慢的到这里的时候就下来。所以我的力举，我大概刚开到腰椎的地位就比各位还小一点哈。然后这样，那信花大概各个门派不一样的啦哈。在我的情况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开，然后这样会不会开？因为会有气感啊，让气再通畅一点。好、啊，我先紧上来，紧放，这样就像是直线，就像我们刚刚讲拉紧喉线，拉紧喉线，然后再一步走上去，但是我后面的都维持原来的姿势，然后利用三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通。所以，再回来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的拜佛几乎也是被做瑜伽。